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是平等一起受，请主持人敬献哈达，以表最崇高敬意。手好，嗡好，看好了。
瓦拉雅梭哈嗡哈卡玛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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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梭哈嗡哈卡玛拉哇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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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梭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师尊的赐福。恭请圣尊加持摊位佛具供品。师尊的加持，恭请圣尊升护摩法座。师母莲香上师、诸位上师、教授师、法师上座，请讲师、助教、贵宾同们善信大德就座。恭请圣尊加持主持者报名表格。
首先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感恩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为我们主坛十轮金刚护摩大法会，也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师母莲香上师、世界各地众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贵宾同门善信大德前来护持法会。十轮金刚护摩法会开始，拍掌弹指。观想真佛宗传承，南无大日如来，南无佛眼佛目，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莲生活佛。观想师尊与诸佛菩萨注定放光加持，持上师心咒七遍。Om Guru Lien Sheng Siddhi Ho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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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Lien Sheng Siddhi Hom 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 Om Siu Li Siu Li Maha Siu Li Siu Siu Li Soha Om Siu Do Li Siu Do Li Siu Mo Li Siu Mo Li So Ha Om Vajana Dang He He Hom Namo Samanto Modala Om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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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Wei So Ha 连招请坐 Om Ah Hom So Ha Om Ah Hom So Ha Om Ah Hom So Ha 众弟子一心奉请那么根本传承上师大拜莲花童子圣尊莲生活佛那么根本传承上师大拜莲花童子圣尊莲生活佛那么根本传承上师大拜莲花童子圣尊莲生活佛一心祈请护摩主尊南无十轮金刚一心祈请护摩主尊南无十轮金刚一心祈请护摩主尊南无十轮金刚一心奉请大威德金刚不动明王四大天王南无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释迦菩萨彩虹雷藏寺诸佛菩萨彩虹雷藏寺金刚明王殿金刚护法神众真佛密院坛城诸佛菩萨西雅图雷藏寺坛城诸佛菩萨南山雅舍坛城诸佛菩萨真佛文物坛城诸佛菩萨彩虹雷藏寺山神土地神苗架神风神水神火天神龙神十方空行护法神众诚惶敬主放光加持此次护摩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四平等一起手大曼达供养首节供养所应观想坛城的供品变化无量无边布满虚空宇宙上供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祖尊十轮金刚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中共护法龙天空行下师六道众生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足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诸功德消业速速证菩提Om Sawa Dada Gata Yidamu Guru Nana Menjana Kang Liliye Dayami 做四皈依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身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四皈依咒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
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做披甲护身，手结金刚合掌手印，念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Om Bodhi Lanjali,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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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dhi Lanjali。恭请圣尊转诸名加持。恭请圣尊金刚灵除结界加持报名表格及贡品。恭请圣尊金刚棒开颅结界。恭请圣尊点燃护摩火，供品下炉，演化息灾祈福，争议敬爱超度大手印，护摩火供开始，请大家恭念护摩祖尊心咒。
瓦拉雅梭哈嗡哈卡玛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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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梭哈嗡哈卡玛拉瓦拉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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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梭哈嗡哈卡玛拉瓦拉
呀梭哈嗡好卡玛拉哇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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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嗦哈嗡哈卡玛拉哇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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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嗦哈嗡哈卡玛拉哇
来呀，梭哈嗡，好，卡玛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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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梭哈嗡。加持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 Om Ami Devase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amo Nitolin Soha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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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i Samoye Soha Om Jali Juli Junti Soha Om Jambala Charan Charaye Soha Om Ahom Beza Guru Pema Siddhi Hum Se Om Ahom Guru Pe Ahu Sasamaha Lien Shun Siddhi Hum Deya Tha Om Bekhajiya Bekhajiya Maha Bekhajiya Raja Samo Kateriya Soha Namo 36万亿 11万9千5百 同名同号阿弥陀佛Namo 36万亿 11万9千5百 同名同号阿弥陀佛Namo 36万亿 11万9千5百 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回向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弟子众等愿以此法会功德回向祈愿圣尊佛体安康长寿自在常住世间永转法轮恭请圣尊坐众回向金刚佛一心敬礼十轮金刚佛一心敬礼十轮金刚佛祈请十轮金刚放大光明照世间祈请十轮金刚接引幽冥众往生清净佛国祈请十轮金刚加持仪会大众勒令身体健康病业消除恶业消除灾难消除，障碍消除，祈请加持，福分增长，智慧增长，
光明增长，祈请加持，修行得力，果位增上，佛国庄严，祈请加持，敬爱圆满。十轮金刚护佑，让行者日吉祥，夜吉祥，一日六时皆吉祥，在吉祥中之者，祈请本尊摄受，上师加持，护法永在。天罗神，在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愿所祈求，皆能够圆满。一切怨敌退散，一切邪灵退散，祈请加持，一切障碍退散。问。共念三遍百字明咒 ：Om Beja Sato Samaya Manu Panaya Beja Sato Tenu Padicha Jeto Me Bawa Soto Kayo Me Bawa Sopo Kayo Me Bawa Anurato Me Bawa Sawa Siti Me Puraya Cha Sawa Kama Sutta Me Jitamo Siri Jen Guru Hom哈哈哈哈哈班卡文萨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扎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哄佩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鲁巴那雅贝扎萨多德鲁巴迪查扎扎美巴瓦苏多卡尤美巴瓦苏婆卡尤美巴瓦阿努拉多美巴瓦萨瓦哈西迪美布拉雅查萨瓦嘎玛苏扎Me chita mo si ni ran guru hu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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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kha van sa wa tanha kata Peja mami mancha Peja bawa maha samaya Sato ahom pei om Peja sato samaya manu panaya Peja sato te rupa di cha Chacha me bawa Sato kayo me bawa Sopo kayo me bawaAnurato me bawa sawa siddhi me puraya cha sawa kama sutta me chitamu sini ran guru hu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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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kha van sawa tatha kata peja mami mancha peja bawa maha samaya sato ahom pei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Om啊 ，Om 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二拜诸菩萨。Om 啊 ，Om 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三拜诸护法金刚。Om 啊 ，Om 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四平等一起受。
念圆满咒 Om Bling Om Bling Om Bling Om Mani Padme Hum。 请大家起立恭敬合掌，恭请圣尊升法王座。请大家就坐。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圣尊主坛这么殊胜珍贵的护摩大法会。请大家恭敬合掌，一起虔诚恭请圣尊为与会大众做宝贵的法语开示。我们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大吉上师，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护摩的主尊十轮金刚佛。师母、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门啊，网路上的同门，还有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中华民国驻瑞典代表处廖东洲大使夫人 Judy 师姐，那 Judy 师姐的生日是10月5号啊，10月5号。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节目制作人徐雅琪师姐，庄敬耀医师康丽，林淑华医师，阳光舞共团所有团员，中华民国侨务顾问谢明芳师姐，美国利健有限公司董事长段生前师兄，没有登记和来不及登记的贵宾也一并感谢，谢谢。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唔乖啊，多谢晒。通知大家哈。下星期天10月2日下午3点是地母菩萨的护摩法会，地母啊，
那么经过这个地母菩萨啊来指示，地母菩萨有指示，他说他的以前的咒语叫做 Om地母悉地 Home 啊，事实上按照地母所说的，他告诉我这个他的心咒跟名咒是不一样的，名咒是 Om 地母悉地 Home， 跟金母只差一个字而已，那是属于名咒。那么真正的心咒是 Om Betta Mama 啊 ，Bolitibi 啊 ，Bolitibi， 最重要是 Bolitibi Soha Om Betta Mama Bolitibi Soha。这是他主要的啊心咒，他的心咒他是 Bolitibi。 所以我们这个下个礼拜我们在念咒的时候是念他的心咒而不是名咒。啊，原来地母是这样子的，有两个传说。第一个传说，它是监牢地神所化出来的一个母性的地神，叫地母菩萨。第二个传说是监牢地神的妻子，就是波利提比。这是两个传说了，啊，你们。看看信哪一个就信哪一个。啊，监牢地神化出来的另一个母性的地母就叫地母。那么这个监牢地神的妻子，啊，其实也差不多嘛，这个上帝有讲过嘛，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哦，对不对？啊，圣经上写的，他先创造这个亚当嘛。上帝创造亚当以后呢，再从亚当的身上起出一个肋骨，啊，吹一口气，他就变成夏娃，啊，变成夏娃。哎，跟这个监牢地神一样的，监牢地神化出来的另一个母性的就是地母。后来亚当跟夏娃结婚了，不是监牢地神跟这个地母不是结婚了吗？是不是一样吗？奇怪啊，这个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的。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修法呢，就是修十轮金刚法。这个这一世啊，我在人间弘法，有两个金刚法，我是讲的最久。第一个就是洗金刚，啊，甚至写成那个洗金刚讲义 ，Om Deva Bijuワズラホムホムホムファザソハ，这是洗金刚的咒语。那么洗金刚呢，是我花了很多的心血，这个德松仁波切就是沙迦正空上师，啊，他在传法当中把洗金刚这个传给我。那十轮金刚呢，我也是讲了 很多啊，讲十轮金刚讲了很多，几乎跟洗金刚，我们今天出了 school 重视两个金刚神，啊，一个
就是洗金刚，我讲了最久，一个就是十轮金刚。那现在在讲的这个是属于这个道果，道果里面的一部分就是洗金刚，就是洗金刚。那么所有的这个五大金刚跟这个八大明王，第一个出现的金刚神就是洗金刚，第一个出现的是洗金刚。以后呢，十轮金刚出现，十轮金刚是这样子的：释迦牟尼佛时代，佛陀在这个灵山讲经给所有的弟子听。那时候我们去到这个灵鹫山啊，去到灵鹫山，看到佛陀讲经的地方，差不多只有这样子，啊，跟我们这个护摩宝殿的一半，护摩宝殿的一半，这差不多一半，那一个法座在那里，佛陀讲经给他的弟子听，每一次都是一千多少人啊，1250人聚啊。1250人聚，这样一半可以容纳1200人吗？但是不太可能的是，1250人说法不用麦克风，哦，那释迦牟尼佛是用狮子吼，才有办法啊，讲经让大家都听到。为什么1200人呢？1250人聚。可能虚空中也布满了菩萨，啊，我们一看，那个场地差不多护摩宝殿的一半吧，啊，这样一个，然后释迦牟尼佛坐这里，差不多一半的人，这个大家挤得很，可以想象的，1250人挤在一起，还有虚空啊，还周围啊，周遭啊。大部分都有佛陀在灵山讲经，他有一个分身到了南印度的吉祥米吉塔讲十轮金刚。释迦牟尼佛化现十轮金刚，十轮金刚是释迦牟尼佛化现到吉祥米吉塔讲经，那么夜香巴拉国的夜贤国王在那里，他听到了释迦牟尼佛讲十轮金刚，把十轮金刚带到了香巴拉国。啊，这个其中，香巴拉国为什么盛传十轮金刚，就是因为夜贤国王把他带到香巴拉国。香巴拉国才有十轮金刚法。今天师尊的传承，第一个啊，就是甘珠佛爷传图登尼玛，图登尼玛传给图登达利，图登达利传给图登达吉，图登达吉传给图登奇摩，啊，就是这个传承，啊，这个传承就是属于这个师尊的十轮金刚的传承。另外一个传承，班禅九世，这个传给德松仁波切的沙迦正空上师。然后沙迦正空上师再传给我，这就是第二个传承。第三个传承，第三个传承
就是十轮金刚在师尊禅定之中，在入身定的时候，以维系的光明铸造啊莲生师尊。这个叫做最深秘密传承，最深秘密传承。今天的护摩法会啊，非常的殊胜啊，非常的殊胜。啊，十轮金刚把在这个彩虹山庄的啊，所有的这个邪灵啊，彩虹山庄还有邪灵在，彩虹山庄有邪灵在，啊，全部在护摩奴面前跪下来，那么全部给他砍头，全部烧成灰烬，全部烧成灰烬。那么彩虹山庄的邪灵是属于哪一派的？原来这个好像说这个邪灵分成五大派，其中的灵二一派，今天在彩虹山庄的全部砍头，那么头掉下来的时候，那个血水喷出来，看到那个头的那个血水喷出来，啊，全部都用护摩火给它烧了，烧成这个干尸啊，焦尸，全部烧成焦尸。啊，卢先生今天在这里讲话，如果有一句妄语，啊，不要发誓，不要发誓好了。因为戒坛之前啊，护摩坛城之前，在佛菩萨之前，绝无虚言。有五大派哦，五个派哦，他有五个派，属于灵二的那一派，在彩虹山庄的全部给他歼灭。全部歼灭。啊，山庄也有哎。啊，有两个啊，那就是零二啦。一般男生都有两个嘛。所以有两个。不是两个，是零二。啊，要知道，哇，全部招来。那么在密院呢，我看到瑶池金母。啊，在真佛密院，我看到瑶池金母也抓了一批，也抓了一批。那一个一个捆绑，一个一个绑起来啊，一个一个绑起来，通通绑起来。那绑起来呢，那个瑶池金母就叫那个大力金刚用棍子打，啊，打他们，直到打到他们全部叫饶命，瑶池金母慈悲，全部再把他们把那个绳索放了，让他们走。这是瑶池金母慈悲的做法，十轮金刚就没有了。十轮金刚直接把他们歼灭，那瑶池金母是把他们捆绑起来，啊，把他这个用请这个大力金刚给他打屁股，一直打到他们叫饶命，饶命
的时候，那个瑶池金母说放了他们，就把他们放掉。啊，这个是很奇特，今天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啊，在护摩卢所看到的一个现象。那么十轮金刚，应该金刚神大部分都比较那个的，啊，比较威武，那么比较那个，因为他化身为千百万、无量无数的十轮金刚佛，无量无数的十轮金刚佛，啊，抓这个无数的这个零二的这个邪灵，整个通通把他们抓了，烧在护摩炉里面。长山庄的这些邪灵是属于零二一派的，零二一派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派，到时候因为他有五个派吧，五个头目吧。那么十轮金刚法，在能够弘扬十轮金刚法了，达赖、班禅、共堂昌、卡鲁，啊，另外还有这个大宝法王卡玛巴，他们有红，都是一般的是大活佛、大喇嘛才有红人，在华人当中弘扬十轮金刚的，啊，这个只有卢生燕吧。可能还有，只是我不知道。可能还有。那么今天的十轮金刚法的灌顶的时候，也做环境。你灌完顶就是等于环境，灌完顶就是环境。啊，昨天讲到五缘起，是关于身体方面的，关于因为人有身体，所以必须要有缘起，啊，你的身体也是缘起而来，啊，也是缘起而来的。其中的五个缘起，一个叫做外缘起，一个叫内缘起，一个叫密缘起。一个叫真如缘起，最后一个叫做究竟缘起。啊，告诉大家，这些缘起是因为跟灌顶有关。灌顶有所谓的平灌、内灌，就叫密灌，然后又密灌，叫会灌。最后一个大圆满观，其实最后的一个就是真如观，就五个，啊，五个灌顶。那么这五个灌顶，一二三四五，五个灌顶刚好接上了五个缘起，跟灌顶有关的。什么叫外缘起？他这边写着回轰转气。及诸外境粗劣所现，就叫做外缘起。一般在外面的气，我们呢就称为一般的俗风，空气啊，叫俗风。到了你的体内，就叫做知会气，叫了。到了你的身体里面，就叫做知会气。
那么这个也可以在灌顶上讲，灌顶上是什么呢？是虚空中的本尊，虚空中的本尊跟你进到你的身体里面，跟你的身体合一，这个就是本尊相应了。本尊相应啊，大家晓得本尊相应就是虚空中的智慧本尊进到你的身体里面，跟你合一，就是本尊相应。那么刚刚这个十轮金刚有下降到我的身体里面，那个就叫我跟十轮金刚两个合一，两个合一的现象。其实现在他有没有跟我合一呢？现在其实是没有。那跟我合一是什么相呢？很简单，我解十轮金刚的手印。这样子做，它就本身进到你的身体里面来。那时候脸相会稍微有点变化，脸相会稍微有点变化，不是原来我自己本身的相。这是十轮金刚进到你身体里面，回风转气及诸外境粗劣所现，粗劣所现。虽然本尊跟你合一的，那个是比较粗劣的所现啊，并不是跟你完全合一的这种缘起。完全合一是一种缘起，但是这个缘起所谓粗劣所现是初相，初相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初相，以后再来呢内缘起。第二个缘起，就心气集聚于脉日宫殿，也就是说，所谓的心气就是智慧本尊住在你的宫殿里面了，住在你的心里所化出来的十轮金刚坛城的宫殿里面，那个是第二种相，就是内缘起。至于密缘起，由世间而出，现见身脉是坛城，也就是说除了那一个主要的坛城以外，另外还有四个坛城全部显现出来，有身中的所谓的第一个坛城，一个坛城，第二坛城，第三坛城，第四坛城，第五坛城。除了心中的宫殿以外，还出现了五轮，出现了五个轮，这个就是五个坛城。那么其他呢，就是说先外境
所显现的坛城，跟加上呢麦日宫殿，由出现了生麦的四个坛城，就称为五个坛城，就是五轮全部的都化成了宫殿，也就是十轮金刚的坛城。最后一个真如缘起，在于初地以下外内真如三种业相的生现。其实那时候呢，可以讲脉跟这个五个坛城全部结合在一起所出现的那一种现象，就是可以讲就是真如缘起。最后一个究竟缘起是融入在四行仪十三地之中，也就是从菩萨出地一直到第十地的菩萨，到十一地的佛，十二地的佛，到十三地的佛，从初发心菩萨，也就是初地菩萨，到十三地，这当中就叫真如缘起。从菩萨初地到十三地，这样子的叫做真如缘起，就是第五种缘起。那么按照师尊所讲的，其实这个就是五个灌顶，最后一个不算，最后一个不算，四个灌顶，四个灌顶就是平灌，然后呢初灌，平灌，平灌就是初灌，再来是内法内灌，内法灌顶就是密灌，再来就是这个秘密灌，就叫慧灌，最后的是大圆满灌，大圆满灌以后就是真如灌，最后一个真如灌，真如灌一般我们只讲四灌，四灌顶，但是最后一个真如灌，也就是你证明到你已经是菩萨跟佛了，也就是从初地到十三地，你到了初地的时候啊，你就具有天眼，一定具有天眼。在初地菩萨的时候，你已经具有天眼，而且你已经见到道了。在显教的修行也有五个啊，五个我讲过了，知量道，第二个加行道，第三个见道，见道就是开悟明心，再来是修道，第四个是修道，第五个就是究竟道，也就是等于是这五个缘起是一样的。显教也有五种啊修行的次第啊，首先呢是知量道，你修这个布施啊六度啦、这些知量道，然后再来就加行道啊，密教有六加行啊，四加行加两个加行就是六加行，一个是金刚心啊，一个是金刚心忏悔，一个再加上上师相应法，就叫做六加行，就是加行道。第三个就是禅宗的所谓的开悟明心，就叫做见道啊，叫见道。最后一再来呢就开始修道，修道呢在密教里面很多的，你先修无漏，再修着火，再通中脉啊，再染明点，就明点法，修明点法，最后呢打开五轮，打开五轮就是五个坛城，你全部打开都在你身体里面。那么很多人说啊，那为什么这个坛城都在我们身体里面？
就是因为缘起，你用你的身体作为一种缘起来修行，然后你把你的身体变成五个坛城，变化成为五个坛城，就是五轮呢、啊，就是五轮呢、啊。然后用中脉，所以修行的次第是先修无漏，再修浊火，的通中脉，然后染明点，开五轮，最后是究竟道，成为宏观化身。这个就是修行的次第啊，内法修行的次第，你从你身体去修的。那么其实显教也有五个，密教也这样子，也有五个，这就是修行，密教修行的次第跟显教修行的次第。当然这当中也有所谓的重复，也通中脉，你修气的时候就要通中脉了啊，无漏你修成了就来修浊火，因为以无漏为资粮，以无漏为资粮，你资粮就是从无漏里面产生出来的资粮，这就是密教修行的次第啊。你们听过没有？听过这样子讲没有？当然我讲过，你们听过别人讲过没有？啊，我以前常常在书里面常常写到，用浊火去染明点，经过中脉，然后浊火升起来，浊火上升到明点的地方，把明点染掉，然后下降，经过五轮，喉轮、心轮、到际轮、到密轮。然后在心轮的地方先把心轮打开，你可以见到，就变成见到了。这个讲起来就比较深一点了，今天所讲的是吧，你如果没有这个修内法的基础，你听了就猛叉叉麻麻的啊，麻麻的猛叉叉，就是听不太清楚到底是师尊在讲什么。不过你如果有修内法了就知道了，有修内法了就知道，明点在这个菩提心业意，就在你的上丹田，浊火就在你的下丹田，中脉就是一贯的从顶窍一直到海底轮，就是中脉。另外你呼吸的进来的都是左右脉，那左右脉又可以进到中脉，就从外面的气变成里面的气，就是变成知会气。所以为什么要修宝瓶气，就是把外气变成知会气进到中脉，就是宝瓶气。没有进到中脉的全部都是属于俗气，进到中脉的就是属于智慧气，由智慧气去升起浊火，由浊火去染明点，由火跟水一直下降到心轮，然后再把心轮的若团心把它打开，变成八叶莲花。那时候中间就有一个真如的心在那里，在那边放光，最基本的光就出来了。然后再把五个轮，就是上丹田这个眉心轮、喉轮、心轮、际轮、密轮，五个轮全部打开，就五轮全部开，都全部放光了。然后这个光啊，通过所有全身的经脉，从毛细孔显现出来，你就可以成佛了。那时候把自己身体全部化为没有，就变成只有光，宏光化身了，就是这样子一个道理。
啊，道理你们知道了，修法就要靠这个，好像是说祖师爷传下来的种种的方法，你好好去修。究竟缘起就是融入四行仪十三地之中，就是初地菩萨一直到了十三地的佛，譬如真那佛就是十三地的佛，到了第十地都是菩萨。菩萨第十地叫什么名字？法云地，就叫法云地。初地叫什么名字？啊，欢喜地，欢喜地啊，都有名称的。这个十地菩萨到第十三地到十一地，所以观世音菩萨他有十一个头，就代表他是十一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有十一个头，代表他是十一地的佛。他虽然是菩萨的名，但是他已经是成佛了，他是十一地的佛。譬如遮那佛是十三地的佛，就是这样子的而已。啊，大家先了解一下。这个一辆长途的巴士被抢了，这几名劫匪说：“大家不要紧张，我们就挑几个姑娘，挑完就走。”就在这个劫匪挑完要离开的时候啊，有一名女子非常的英勇，她学过卡拉提，啊，这个好几段的啊，好几段的卡拉提，跟几名劫匪打了起来，其他的乘客一拥而上。成功的制服了这些劫匪。事后呢，记者采访这个女的：“你是什么勇气呀，让你跟劫匪去搏斗？”这个女子很气愤的骂：“前车的女的都被挑走了，就留下我一个，这样传出去我还能够嫁人吗？当然我跟他们拼了。”告诉大家啊，只要你很努力的修行，你可以到第几地的菩萨。你看一个女的，她能够勇敢的站出来跟劫匪这样子打，为的是什么？面子问题啊，因为他看起来像男生嘛，啊，不男不女，不男不女的那个样子，那劫匪当然不会喜欢了。他挑了几个要抓走，他当然不服气啊，面子问题，为什么没有挑我？他非常的努力的，鼓起勇气，一定可以成功。所以我们修行人啊，要当一个行者不简单啊，要当一个行者，而且要非常认真的你修出你的着佛不容易啊，而且要修正到无漏也不容易啊，先无漏修成了、啊、你才有资粮啊，你无漏没有修成，你哪里有资粮？还要把这些这个，好像你有这个气力，精神有了，气力有了，这个智慧气有了，中脉也通了，你能够用这种 genki， 日本话叫 genki 阿鲁，你用 genki 阿鲁把它推上去，你才能够成功啊！你没有 genki。软趴趴的，
还能格格软趴趴的，那个有气无力的。你还休憩啊，要精神要振作才能休憩啊，要气非常的足啊，你先把气练得非常的足啊，精足气就足，精气神都有了，然后你才能够一口气的把烛火燃起来。那同学聚会的时候啊，大家聊得很开心，问班长现在是做什么的，班长趾高气扬地说做珠宝生意啊，大家无比的崇拜啊。他的老婆在旁边一巴掌打过来，你卖珠，卖珠就说卖珠，还做珠宝生意。这班长哭丧着脸，迪亚猪仔不就是猪宝宝吗？为什么不能说珠宝生意呢？他是卖猪啊，猪是他的宝，所以叫做珠宝生意。这是互惠啊，这个是互惠。我们有时候有些人是互惠啊，互惠。明明你无漏没有修成，你就说修成。啊，有一个上司写一个条子，写一长篇的文章啊，师尊帮我灌顶这个。好，我那么我给他这个签名了，说已经给你灌顶。他拿回去啊，自己就填了一个双生法，自己填了一个双生法，然后拿给那个女的看，对方的那个女的看，你看师尊有帮我灌顶双生法，这个就是互惠，互惠。他哪有，师尊哪里有给他灌顶双生法？双生法要两个人一起来灌，也就是说，这个上师跟他的道伴一起来，师尊布坛，然后给他做两个人一起灌顶，这才是有双生法的灌顶。所以你们如果看到这些迪亚的猪哥的哈，猪哥的上司说他有灌过双生法的，你不要相信，因为双生法一定要找你，一定要两个人一起去灌才叫双生法。如果只有他一个人说他有灌过双生法，而且你方没有灌过双生法的，那不是双生法。所以写在纸上的双生法是不算的。所以这个真的是猪哥啊，这个猪哥上师啊，我们称为猪哥上师，就是对，他也是卖猪的啦，也是卖珠宝的。卖猪就是卖猪，为什么你说珠宝呢？你看，猪仔，啊，猪贼，那个广东话，贼，宅，猪仔，啊，猪仔，啊，猪仔，猪仔，怎么你可以讲说珠宝呢？对不对？不对的。啊，有一个小女生打电话。给一个小美，小美啊，你跟小明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这个小美回他的电话，说他为我改变了很多。这个打电话这个女孩子问他，到底改变了什么呢？他说改了四次的手机号码。这个就是拒绝嘛，对不对？
这就是拒绝嘛。就是以前我讲过一个笑话，那个一个同班同学，一个男同学很这个心仪一个女同学，那女同学坐在窗子边上，他就写了一个条子，他说这个我要跟你交朋友啊，啊你如果愿意跟我做朋友啊，你就写一个回条给我，你如果不愿意跟我做朋友，你就把这个条子丢到你窗口外面就好了。就是男同学写的，然后就一个一个传递到这个小姐，这个女同学的面前。女同学看了一下，她把这个条子折一折，又交回来了。啊，交回来，那个男的很高兴了，一定要跟她做朋友。他没有丢到窗子外面，这个拿回来以后，他打开来一看，上面写着：“窗子打不开。”他以为会跟他说好，我要跟你做朋友，结果他是写的是窗子打不开。他说我写给你啊，你这个条子如果啊、哦，你如果不要跟我做朋友，就打开这个丢到窗子外面就好。所以这个是言啊，这种就是言。我们今天修行啊，就是要打开五轮。打开五轮，一个一个把你的窗子打开，打开五轮，心轮先打开，再来喉轮打开，眉心轮打开，际轮打开，啊，密轮打开，也不一定依照这个程序，但是第一个打开的，大部分都是心轮，因为心轮在中间，那本尊也会加持你。让你心轮打开，你就见到看见了真正的佛性在那里。什么叫见到？在禅宗就是开悟明心。我们是要打开我们的五个心轮，这个五个轮啊，这个眉心轮、喉轮、心轮、际轮，这个啊密轮，要打开五个轮，就打开五个窗子。好，我家的顶楼啊，有人加盖养鸽子，每天飞来飞去，家的阳台都是鸽子拉的屎，实在忍不住了，昨晚我偷偷的跑到了顶楼，看到的鸽子里有许多的鸟蛋，大家以为我会把它拖走吗？ No， 我拿下楼煮熟了以后再放回去。真的，我们西雅图雷藏寺有邪灵存在，彩虹雷藏寺有邪灵存在。今天呢，师尊把这个彩虹雷藏寺的所有的邪灵全部给他煮熟了。那西雅图的那些蛋呢，就已经有这个大力金刚一个一个蛋把它打破了，然后再放它去看看它还不会长出鸡，大概不能长了吧。打的这脚都断了怎么长。它呢，他在那个我们念大力金刚咒的时候也干扰了我们三个同门了，干扰了我们三个同门了，这相当厉害的。刚刚十轮金刚啊拿着宝剑把他的这些这个邪灵的头全部砍断，这个血水都淌出来，然后再把它烧成这个焦炭，啊，一个一个的焦炭，哇，很多哎，因为我看十轮金刚也化身，
化啦，这个整个虚空中全部都是十轮金刚，那一个一个把他们宰了，就等于哇，不好意思，就好像 IS 国一样，好像 IS 国一样，这样排成一排一排的，全部砍，砍完了全部炸，炸成灰了。这还好，这个我们西雅图雷藏寺的瑶池金母，只是把这些蛋呢、啊，给他这个打破了。小明问爸爸：“沐浴是什么意思？”爸爸回答讲：“就是洗澡。”儿子又问：“那沐浴阳光是什么意思？”爸爸想了好久，想不出来，最后只好想：“干洗。”干洗。告诉大家，“沐浴”两个字，人的身体是会改变的。本来是很肮脏的身体，你经过沐浴以后，你就觉得非常的清爽，所有的灰尘都不见了。这个就是环境，还你一个干净的身体，你可以好好的修行，不然你被污染了，被邪灵这些气污染在你身上，你越来越就会被盗气啊，被他盗气啊，睡眠也会出问题，就睡不着会出问题。另外呢，除了盗气以外，还给你做这个干扰，很多种种的干扰。另外还有种种的，到最后你变成他的替身，最后就是死。啊，这有这种被那个邪灵干扰的，在我们学佛的人经常会碰到。如果你不学佛，他倒不会干扰你；你越学佛，他越干扰你，因为你越脱离他的魔掌，他就干扰你。小明告诉老师：“老师，我变个魔术给你看。”老师讲：“什么魔术啊？”小明讲：“我会让你忘记自己是一条狗。”老师讲：“我又不是狗。”小明说：“你看，你忘掉了吧。”这个好像是催眠呢，催眠就是这样子，让你忘掉。啊，催眠就是什么样子？就是叫你躺下来，或者你端坐在椅子上，什么都不想，然后他灌输你一种思想，他灌输你一种思想进去，然后你慢慢的跟着他的话这样子走，就进入催眠的境界。所以小明说：“老师，你会忘掉你自己是一条狗。”这个就是一个暗示，他催眠是用暗示的方法暗示你，然后让你一直把那个东西一直想出来，那个一直想出来，就进入你的脑海里面，就是一种催眠。这小明也会催眠，他会变魔术。我们学佛法是脚踏实地的，不是催眠，啊，不是催眠，因为催眠是属于虚幻的，虚幻的幻想出来的。我们学的法是实际的，着火是实际的，明点也是实际的，中脉也是实际的，气也是实际的，无漏也是实际的，啊，不要以为无漏是幻想出来的，不是，
是实际的。老师问小明，金钱跟智慧你们会选什么？小明讲，我当然是要金钱啦。老师讲说，那我会选择智慧，你知道为什么吗？小明就讲，当然，人们都会选择自己缺少的东西。这老师哦，实在是没有办法，跟小明讲话，真的，这个小明很厉害，他蛮有智慧，你看他很有智慧，又要金钱。但是学佛的人应该选择智慧，因为智慧，你只要智慧能够有了，你自然能够辨别是非。你可以辨别是非，你没有智慧，你就会变成猪仔、迪亚啊，猪仔呀、啊，啊，被牵着鼻子走，你永远都是猪。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有充足的智慧，因为你可以明辨是非善恶，你可以明辨，这个是一个重点。所以在密教里面选择师父要观察三年，弟子选择师父要观察三年，师父选择弟子要观察三年，但是现在来不及了，因为观察30年、观察40年，你还看不出来呢，你还不一定看得出来呢。所以啊，全部不管你怎么样，你只要皈依了，你就是师尊的弟子。Om Mani Padme Hum。非常感谢圣尊精彩宝贵的法语开示，请大家协助把各自坐着椅子叠好，放在楼梯的两旁。等一下灌顶的时候，这个方已经包括有3个方在里面了，师尊会为我们灌顶十轮金刚及环境法灌顶。灌顶的路线是从伽蓝尊者这边进来，再从韦陀菩萨那边出去。恭请圣尊为与会大众做十轮金刚法及环境法灌顶。
手哈嗡哈卡玛拉瓦拉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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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哈嗡
手哈嗡哈卡玛拉瓦拉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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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接受灌顶的同门，请你们赶快过来接受灌顶，灌顶即将要结束了。还没有接受灌顶的同门，请你们赶快过来接受灌顶，灌顶即将要结束了。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圣尊慈悲赐受十轮金刚法及环境法灌顶。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四平等一起手。护摩法会圆满吉祥结束了，非常感谢根本传承上师的大加持，感谢师母、诸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及大家的护持，以及网络直播现场观看的观众，谢谢大家，功德无量。网络直播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阿弥陀佛。We now conclude this live broadcast. Thank you for viewing.